你看你，我大个人，骑个谁都能到了。你看你把我一下都撵出山了，汗淋淋似的。俺俩都叫你接水不找他，俺一男正痛的给我都看到了，不怕人笑话，上个山都走不成，那能走个山？妈，我从早起到这是浇菜，我也没汗，我这是困得很。你困了你就睡一下嘛，谁妈给你下这活着嘛？啊，你看你把水倒一来还糟蹋的，你看把那那这但放线这都找不成的，吓的看不出的啥。妈，那我就是先睡一下，我后边可浇菜嘛，咋的？你这这得是睡的时间，那就咋不睡？这这睡一下，等不想走的后边活着，叫我可走。我整天都不得喊，就服侍着你了。妈，那我不行，我就走活，走去。爷爷，俺俺儿家咋也看上个我活，上个山都走不了。一天光能吃，做个饭都做不了个好饭。那我也个哈的。俺们家喝一口水，这俩水都没有。哎，马上在位啊！我在房子听夸啥夸啥，我接到我进来忙里面进来够了，咱也得弄毛山。妈，我早起都起早活到这个上午，妈我可想喝水，天我没水我就想吃馍，肚子想吃馍，吃馍吃馍。本一天周围还喝火，一天可是没吃饭呢。我那个坐着站位爷呀，我那连床整天整天做活黑活来吃馍去去，不俺帮打一顿，俺没见过做活。我两三天不吃饭，我都照样做活呢。我还不照样难过服了一夜，哎，你做了个啥活？妈，那我不吃的。那里不吃的，过来，不吃的，走。还是耍啥脾气？可不吃。咋这哭呢？也娶个这活媳妇，把人都能气死了。我啥活嘛，生个啥都做不成，就点点活活来，就跟我弄这猫吃家活家，还不敢言传，一血就富家流钱，时常为家做的啥的，富富流流的，我啥活？